第一个点向左下方带，这两个点连起来，也可以断开书写，所以上面两点间距小，下面两点间距大，形成上紧下松，撇要直要细一点，横勾不要太粗，顿完之后勾过来，起比较高又重到轻，横撇横短撇长，撇画略弯一点，捺笔要粗要长，要写到饱满，以这个撇形成就是粗细的变化，还有个撇画略弯一点，捺画要为直一点，突出这个笔画要粗瘦，木字旁要写的窄一点，三步结构的话我们注意要三部分要写的相互穿插避让，互盘联络，木字旁要窄一点，横要短竖要长，竖画顿画之后向下垂直，勾上去撇，注意向下点向上靠，横画越高于木字旁的横，竖画居中，短小，这两个横画刚好在这个横画一上下，口不要写太大，下面两点的形状立得要近一点，横画向右上方写的竖钩向下垂直越粗一点，勾上去点尽量向上靠，实际上紧下松，三个部分的话也要相对都要窄一点，这样的可以相互避让，高低也要错位，横画要短，竖钩要长，